得知有哪一些人？南部的大概就是屏东这些嘛。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为挺郭揭竿起义，传出想要跟进跳船的全台正副议长还有九位。这个传闻很久了啦，一定会有一些人会跟进的。他们今天做到议长都不是泛泛之辈啊，都是一方之霸，重要的意见领袖，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嘛。曾说全台有八成议长挺郭台铭，还遭到党中央修理争乱，没想到争乱变成真。下一张骨牌是谁？同样力挺郭董参选的金门议长侯云典、云林沈宗龙和屏东周典论也都在退党可能名单中。我害怕什么？谁能够下架民进党就支持谁。侯市长有具备这样的能力吗？这里看到这种能力吗？看到整个议题上他怎么去面对。郭台铭使出地方包围中央的战略，让国民党分崩离析。过去侯友宜一向保持距离的地方派系身价跟着水涨船高，就传出周典论挺郭台铭是为了替女儿的立委之路铺路。如果要不分区给我，我也不要。到现在还没有花郭台铭一毛钱，周梦龙也没有领他的薪水，不要侮辱我们的人格。地方势力跳向郭台铭的豪华游轮，动机众说纷纭，只能确定倒下的第一张骨牌，随之而来的后坐力，以为2024侯友宜选情敲下警钟。继续闻早报道。